本来是决定不入坑了，跳出来了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喜欢上了，又喜欢上了。这个种是不错的，就是这里有裂。本来我想打珠子的，他说有裂。你们都会陷入一个打珠子的误区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说，好的料子、完整的料子才去打珠子，但是它的品质可以达到做小精品。它就算是顺着裂切下来，也还能它有点品质的。这个你刚才说这个它不够黑、嗯，肉不够细，然后它很多反白的地方，裂比较多，不反白，这个裂都是可以解决。其实种还是不错的，下工还是可以下的，但是这个就工钱发的。这个蓝水不错啊，这买多少钱了？这个买的是13000吧。但是这个不能切，因为下面没有。就那么上面一点。嗯，它做界面呢还不够品质，如果是做的话就要这样子做，跟您那个做法差不多。这个摸了这么多色出来，这个不便宜吧？这个反倒便宜。反倒便宜，你买的时候是没有开窗的啊、哦？你自己开的啊？可以啊，这东西不错。到界面了吗？那不行，它肉粗，种也不够，这里还有裂。但是如果到界面品质的话，都不怕这个裂，这个可以。种水不够啊？我说做界面种水不够，到时候整个剥开来看看嘛，不错的这个。就是你买过来就这样子了是吧？叫他们弄一弄的，去掉皮的是吧？有点飘蓝绿化，就裂比较多。嗯，种还不够，这个种没有你这个种这么好。这个是墨西沙的，就宁海他们说是啊，看着像，这里还下面还有一点颜色，这个要切开。这个种就不错，肉稍微粗了一点点，种可以的。如果剥下来再仔细看一看，因为这个他开的这个鱼鳞窗还是有点看得不太清楚，那种是不错的。这个我买的时候人比较多嘛，他就随便给我开了一下，然后就给我寄回来了。这个买多少钱？5000块钱。我感觉是不贵的，因为开出这个品质算是可以的。这裂太多了，但是它的皮质很好，这是老木纳的。直播间嘛，哇，照得很漂亮。它裂很多，对，这个也是不能切，一切切什么都没有了。总体来说，你买的这些都是有点品质的，先别说价格怎么样嘛，很多都是买完之后什么都不能用，你就是有这个品质也算是可以的了。买了两次嘛，第一次是在那个红旭买的，那一次买了40万嘛，然后就是全部打水漂了。本来是决定不入坑了，跳出来了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喜欢上了，又喜欢上了，然后又在另外一个。这是就一次性买的是吧？几万块钱就是，7-8万吧。7-8万，你看这个1万多，这个也那边还有是吧？还有一些，这就是不太好的，比较大的料子。原来这个石头应该挺大的吧？不大，就这样子啊。它就是把皮剥了，这里剥了这么多。这个也是买1万多？没有，这个是6000块。6000块，12000是吧？这个12000，差不多。然后这个的话就11000的。这个它种水不错的，就是它不够黑。哦，这个没扒皮之前的，倒起来刚才像那个玻璃瓶似的。玻璃瓶是？是我的手电不行吗？我怎么照不出玻璃瓶的感觉？我说应该是开窗口那个。宁海没开窗呢，它就松花，松花一点那种，它表皮是松花的，沙粒。不是，它是蓝水那种表现，蓝水墨翠那种表现，就是这个石头上面有一粒一粒的那种。对呀、这块最好，这块还是最好，这个最有想象力。如果说能有一件这么大件的，这个东西 也不便宜呢。但它有裂。目前来看，它不是很严重，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但是你放心，料不抵工的东西，厂长不会帮你做的，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么坚持的。现在你们虽然不懂啊，比如说品质不够。帮你们做赚了你们的工钱了，你现在是不懂，但是等你以后懂了之后，你就会骂这狗日的大饼，这东西明明不能做还偏偏要做，骗工钱。一直以来我们工厂的宗旨就是料不抵工的不做，但是你一定要做，我也没办法，你非要把钱拿给我赚，我肯定要赚嘛。但是做跟不做呢，你还真的是要听一听我们专业的建议。我们其实不是说有钱不挣，而是有些钱不能挣，你太普通的东西你做了没意思嘛。有一些是说哦我不懂我拿给你做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值钱的你还要帮我做，那不骂你骂谁？为了避免被骂，所以就宁愿不做，这钱的宁愿不挣。这个呢要怎么要切啊？要切开是吧？你有吗？我有，有是吧？那你拍一下照片，然后发到我上面去，证明我收了你这些东西。你自己拍回去了之后会给你做一个全面的分析，究竟是要切还是决定做还是不做，如果做用什么方案做好不好？好的。这就解开了，这一个拔开之后呢，它的色就只有它开窗的这一块，确实是厉害，这些都是没有用的。
我们只取了这一块，这后面还有一些比较差的，这里还带着裂，到时候做的话这个还要再切一刀，然后再取出来做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一块解开之后呢，是这样，我们取了几块，就是说稍微好一点的，像这一些的话就没什么用，像这种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用也可以，这个比较普通，但是这两块的话种水就比较不错，虽然还带点棉，到时候可以边做边挑。这一个的话带点裂，从我的角度如果要做就做个小白菜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切一刀，然后里面都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没必要去做它。还有这个就是说之前不是差了一个口，感觉说还可以嘛，扒皮扒开，从这样看还可以，从侧面，我们从侧面把你切了一刀，全部都是这种。这个做的话应该就只有这么一小块，薄薄的切这一小块出来，简单切一块，然后其他的就没用了。至于这三个，先说说这个吧，这个扒开，你看下面这些基本上是没有了，所以说如果要做就是这样来做会最好的。然后呢这个也是扒开之后呢，它这里面的裂太多了，所以说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不建议你去把它切开，因为下面也没东西，色也没有，只有这一点，如果您要做就做这一点，只是在这里做点雕刻，然后其他就不要动了，因为你切开的话估计就没东西了。包括这一块其实也是一样，也是浅浅的一点点。总的来说这三个我都不建议切，然后如果要做我建议就是说先做一件，做一个最好的这个来做就好了，像这些可以先不动。